这边。啊，娘，你累不累？我累。哎呀，这深山老林里啊，走了半天，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？哎呀，走吧，咱们找个阴凉地儿歇着啊。好。爹、哎。啊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从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。财，哈哈，娘，咱们刚说深山老林里没人呢，这不是有仨人吗？哎，兄弟，儿啊，斑鸠集怎么走？什么？啊，儿啊，别问了，他们是劫道抢钱的。娘，够了吧？娘，给，大的要饭呢，把包袱扔过来，扔过来。好好好好，给你，听好了。哎呀，真笨呢，这个就好了。哎呀，你们笨死了，自己来拿。走娘，咱躲躲。你等着，咬金、哎、儿啊，咱不追了，咱还得赶路呢。他娘的，我饶了你们。人呢？孙子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呢，孙子。孙子，爷爷我在等着你们，有种你就出来。爷爷在这儿呢。在哪儿呢，孙子？算了，熊包，爷爷不跟你们玩了。儿啊，咱们中计了！你们几个，把俺娘放下，是要剁俺娘一根毫毛，我剥了她的皮！哎，谁？哎，剥了谁的皮？哎，对，别过来！过来我就不客气了！哎呀，放下刀！几位兄弟，俺就这么一个亲娘，求求你们把俺娘放了吧！啊，把钱给我们，我们就放你娘！还要钱？少废话，我们是干什么的？给钱，都在包袱里，你们不都拿了吗？包袱里，爷爷都找着了，还有藏在你身上的，拿出来。没有，那就对不住老太太了。哎、少废话，大爷们还有事儿，找给不给你？保命要紧呢。好，我给我给我给。还有呢，再掏。快。跟老婆这套你还嫩呢，叫爷爷。什么？你到底叫不叫爷爷？哎，乖孙子，这还差不多。啊，好好好好，别动我娘，我叫还不行吗？爷爷，大声点，这是大爷爷、二爷爷、三爷爷。大爷爷、二爷爷、三爷爷。行了，把我娘放了吧。不行。边跪下边磕头边喊，跪下！儿啊，那人膝下有黄金，咱不能跪呀、啊！跪！娘！大爷爷、二爷爷、三爷爷！儿啊！行了吧，把我娘放了吧！啊！大哥，走吧，走！快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哪儿跑？王八蛋！娘，娘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没事，娘没事啊，儿啊，咱们的银子都没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娘，你快看，更厉害的强盗来了，咱收拾收拾，快走吧。收拾走。他娘的，太不像话了，几个人围着一个人打。兄弟，接刀！儿啊，
你把娘放下来吧，娘自己能走。没事，娘，再走一段再下来吧。哎呀，娘叫你放，你小子就放下来呗。娘，来，快点。哎，哎，哎呦，你瞧瞧，出了那么多汗了，歇歇吧。啊，赶了一上午的路了。娘，儿子这场将功补过。哎，娘啊，不怨你。娘，你饿了吧？娘倒不饿。儿子，你饿了吧？我不饿。哎呦，还不饿呢，肚子咕咕叫了。有点饿。哎，儿啊，你看前面有个凉棚，咱呀过去买点吃的啊。娘，咱银子都让强盗抢光了，哪有钱买吃的？你等等，娘给你看见好东西啊。什么好东西啊？哎，好东西，瞧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呀，娘不骗你吧？还是人家说的好，酱还是老的辣。娘，我要早知道也藏几块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就不错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对，娘，你这些藏好了，我去买吃的去。哎，好。哎，哎呀，老婶子，大兄弟啊，快快快，大热天的，里边歇一歇。哎、咱们这儿有水、有菜，还有西瓜。是吗？有酒没有？哎，有酒有菜。大热天的，喝啥酒啊？行啊，娘，听人劝吃饱饭。不喝酒了，哎，有啥好菜请我上。哎，好嘞。来碗鸡蛋汤吧，再来点煎饼啊。娘，吃煎饼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咱没钱了。哎，鸡蛋汤里多放点鸡蛋，放四个。好好好。老板。啊。跟你打听点事儿，这儿离斑鸠集还远吗？哟，还不近呢，过了这座山，再走两个时辰，差不多就到了。这么远啊，娘？哎呦，十八拜都拜了，还差这一哆嗦呀！哎呀，娘，要是有辆车就好了。老板，来碗茶。哎，好，来了。哎，来，坐坐。老板，啊，茅房在哪儿啊？就在房子后边。啊。儿啊，啊，我去去就来啊。行啊，娘。哎，喝着。好，大哥，这车咋卖？啊，这车不卖。那你放在这儿干嘛？卖了吧。哎呀，我这刚运完货，累了，我坐这歇会儿。哎呀，运完货就更应该卖了。来来来，帮你坐，帮你坐。不卖，不卖。俺、啊、给你钱，哎，你看你不信，给，哎，不不不，啊，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哎，我说你这个人好不讲理啊，啊，你反正也要推着空车往回走，不也怪累的啊，不如做个顺水人情。再说了，俺、啊、买车是为了推俺娘，不卖不卖、啊，我明天还得推严呢。你推严，俺、啊、推娘，你没个娘，是严重要还是娘重要啊？要金呐，说呀。要进啊？咋了，娘？你好像跟人家吵架了。没有，娘，这位大哥心肠可好了。他看娘一个人走路怪累的，他说了，非要送个车给你。哎呦，哎呀，你看，我这不正要给他钱吗？哎呀，我，哎呀，谢谢你了。你看，我娘都说谢谢你了，哎、谢谢你了。哎呦，我，哎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娘，怎么你不舒服？不要钱，娘，他不要钱。不，要。好。这是一两啊，我可没银子找你啊。行了，算了，你娘牙口不好，给你娘买点绿豆糕吃、哎、啊。我老娘过世了，嗯，娘、哎、给他点碎银子，他娘死了。哎，我丈母娘还活着呢。丈母娘还算娘吗？算。给你娘买点绿豆糕吃，别光自己吃。哎，走走走。哎，我干什么？绳子，小气鬼。来了，鱼还鱼呢？那是赶马车的，叫马停住。俺、啊、愿意，有钱来买愿意。行了，推你的车吧。啊，坐好了。哎，哎，好，儿啊，哎，别累着啊。啊，驾，走了。哎回来了！哎呀，儿啊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咱忘了吃饭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好。娘，哎，我总觉得还是当坏人自在。胡说！你看，那三个抢咱钱的坏人，
说不定在哪儿吃香的喝辣的呢。哎，他们呢也未必是坏人呢，说不定啊他们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才落草为寇当坏人的。那咱也过不下去了，我也去当响马。又胡说了，那响马好当的，你爹活着的时候没少杀响马。我爹真行。那是，你爹是马林关的总兵嘛。要不是杨林那小子害死了你爹，咱娘俩能落到今天这一步吗？杨林这个王八蛋，我将来一定要活剥了他。又说傻话了。儿啊，找到你二叔，咱呐过几天安生日子，娘啊也就知足了。娘你放心，儿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斑鸠集呀、啊！你没看见那石碑上不是写着斑鸠集？娘，你还不了解你儿子，打小就不识几个字儿、嗯。小时候让你读书啊，你偏上树掏鸟窝，现在知道了吧？哎，娘，咱家的老屋在哪儿啊？哎呀，我也20年没回来了，记不大清楚了，只是记得房子门前呢有两个石狮子。啊？哎，到前面看看去，儿子。到前面看看。下下下来来来各位啊，哎，下注了啊，多压多赢，少压少赢啊，比比运气，看看手气啊，来下，压一下，哎，压大压小啊，走，回家吃饭了。哎呀，翠儿，你先回去吃去吧啊，下来下来，压多多赢，哎，好好好，哎，开了，走吧，走，哎。娘啊，这斑鸠集热闹是热闹，可就是连个卖吃的都没有。儿啊，你是饿了吧？等到你婶那儿就有的吃了啊。哦。哎呦！你干什么你？娘，你给我站住！娘，你往哪儿跑你？你把我娘撞倒了，连个不是你都不说啊！你把我娘养的，现在狗眼里。行了。你男人把我娘都撞倒了，我正说他呢，你就别打他了啊！哎，我说你这个老爷们儿吗？干嘛？老娘扇死你！哎呀，行了！你男人把我娘都撞倒了，我都没说什么，你撒什么泼呀？谁是他婆娘？撒你的狗眼！你怎么骂人呢？骂你怎么样？你下次再来，打你的狗腿！你给我回来！你男人把我娘撞倒了，我还没找你理论呢，出来！这位客官啊。你搞错了，他们俩不是两口子，那是什么人？这是花大少开的妓院，那男人是赖账的嫖客。啊！呸！晦气！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儿啊，以后啊，咱不管这闲事啊。哦，走吧。娘，你坐好了。嗯，咱走。娘在哪儿啊？我看看啊。哎，儿啊，好像就是这儿了。不对，娘，你不说门前有两个大狮子吗？哎，是啊，我也记不大清楚了，进去看看。瞧瞧。你们是谁呀？你是老二媳妇儿吧？你们找谁呀？我是老大媳妇儿。我爹是马明关总兵程有德。哦，大嫂啊，这是大侄子。是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吃了吗？还没呢。送你们的人呢？马车呢？我打发他们吃饭去了。啊，那他大哥呢？他。谁呀？你看，有才，大嫂，大侄子，有才。哎呦，这不是大嫂来了吗？是啊。哎呀，你还啰嗦什么呀？赶快请大嫂、大侄子进去啊！进来。哎呦，大侄子都长这么高了啊！哎，来，快进来，进来。大嫂，来，大进来。
坐坐。哎，对对对，二叔，来来来，把车放这儿。你推着车干什么？这车是买，哎呦，这车是买来陪我娘的。哎呀，买匹马嘛，坐着也舒服。大哥当那么大的官，发了那么大的财。哎，行了，你啰嗦什么呀？你赶快弄饭去吧。哦，我们刚吃完，你们凑合吃吧。哎哎，二叔二婶，这么一说，我还真饿了。哦，等会儿啊。哎，我说啊，你上馆子去叫几个菜吧，啊，钱呢？哎呀，这钱平时不是都你管吗？哈，行了，这个破家呢，我也不想当了。哎呀，大嫂，你可不知道，他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整天在家待着，什么事儿都推给我。哎呀，你看这有点小钱，拿去用吧。哎、大嫂，你是客，哪好意思用您的钱呢？哎、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行了，你啰嗦什么呀？快去买吧，哎、好好好，快去。我去。大嫂，大侄子。来来来来，远道而来，来来来，这边洗洗脸啊！哎，好好好，来一块儿洗。哎，娘，我手脏。哎，一块儿洗吧。哎，好好，大嫂。哎，儿子。我不用了。哦，哦，来来来，哎、来这边坐。哎，先吃点啊。爹，我饿了。哎呀，没规矩，见了人也不叫。这是你大娘，大娘，哎，这么大哥，大哥，这么高啊？我叫程小五，你叫啥？我叫程咬金。哪三个字？程，和你一样的程，咬住金子不撒口的咬金。好，以后帮我打架行吗？成，没说的。你净瞎胡闹，叫你大娘笑。大嫂啊，听说最近马明关那边吃紧啊。你这是过来躲一躲呀？哎，还躲什么呀？你大哥已经没了。啊！我爹死的那个惨呢、啊，都是那个老杨林害的，王八蛋！我大哥没了。嗯，家没了，人没了。俺娘俩想起来，他爹老家还有栋宅子，这不就找回来了。哎呦，什么破饭店，气死我了。哎呀，肉是臭的，有个鱼呢比虾还小，有个虾呀竟是皮儿，我觉得这青菜呀挺好吃的。闹了半天你就买了这两个菜？哎呦，我觉得青菜挺好的。哎，人家大嫂啊大侄子鱼肉吃多了，什么没见过呀，人家才不稀罕你这些东西呢。我说啊，大嫂给你的钱就买了这两个青菜，我看那剩下的钱是不是让你克扣了？哟，谁像你呀！啊，大嫂啊，这剩下的钱您收着。哎、收什么呀？自己人留着用吧。哼，乡下人，你哼什么哼？吃你的吧。哟，大侄子吃的多香啊，还是我们乡下的馒头好吃。嗯，我这一身吃四个了，这第五个。咋了？说话的功夫吃四个了？嗯，饿了。从早上到现在才吃了两碗面。哎，给小虎点钱，看看外头还有卖馒头的吗？你跟我说这干什么？你不是当家的吗？好好好，小虎，快去，哎，去去，好嘞，啊，去。大嫂，这回回来得多住几天吧？啊，是啊，这次我们娘俩就不准备走了。怎么，你们不走了？哎。那你们住哪儿啊？他爹在这儿不是还有个宅子吗？哎呀，太不巧了，我把那屋子刚刚租出去，刚刚租出去。那这房子不是在你大哥的名下吗？哎呦，大哥官大业大，还在乎这一斤半点吗？什么官大业大？一把火烧的烧，散的散。剩点细软，在来山东的路上还被人给抢了。什么？被抢了？就是啊，我娘说了，山东自古出小马。可不，那你们就没钱了？啊，不会吧？你们骗我呢？骗你干什么呀？咬金啊，快点吃，吃好了到你爹屋里歇着去。哦，那房子已经租出去了，不过人还没有搬过来，但定金已经交了。租了多少钱呢？这个哪家的房子？你凭啥租给别人呢？哎呀，你们一去二十年不回来，还给你空着不行。再说大哥当初有话，这房子是让给我们住嘛。算了算了，这么多够了吧？哎，少点吧，人家也是两锭啊。刚才买菜
给了你一些了，抵了。谁叫我们是亲戚呢？他有才啊，名字是叫有才，其实没钱，还欠了人家一屁股的债。这不，门口的大石狮子也给卖了。这些够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来来来，进来看一下啊，看看。你看啊，这就是我哥留下的老屋啊。那边呢还有两间，你看多好的房子。这三间大瓦房，你娘俩呢一人住一间，还有一间啊能租出去。我不租，我讨厌外人呢在我眼前晃荡。哦，娘，这屋子能住人吗？哎呀，收拾一下吧啊。啊，行，我去拿个笤帚。哎，大嫂啊，虽说我哥过世了，可也是同胞兄弟嘛。我看这一阵子你就先上我那儿吃饭去吧。啊，他二叔啊，话是这么说，可你做得了主吗？这有什么做不了主的？我一个堂堂兰。大嫂，那你忙啊，忙着。我跟大嫂拉几句家常，你催什么催呀？我刚才听你说叫他母子俩过来吃饭，是不是啊？他们刚回来，这锅碗瓢勺什么都没有了。你们兄弟俩不是早就分家了吗？是分家了，可大哥已经过去了，人家孤儿寡母的。你自己的稀饭还没吹凉呢，还管人家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啊你少招惹他们。你没看见，你的大侄子一顿饭能吃十个馒头，比我们全家吃的都多。哦，你以为人家还真来呀？不，行了，他们发达的时候谁好过我们呢？以后你敢叫他过来，跟你没完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不就说着玩吗？说着玩也不行。哎，行了行了。娘，哎，我觉得二婶这人不地道。哎，不要说长辈的坏话啊。他像个长辈吗？我们家自己的房子还让我们自己交钱。嗨，他们的日子过得也艰难呐。娘，那可是咱保命的钱呢，给他。嗨，咱先安个家再说，天无绝人之路嘛。气死我了。儿子，快去睡吧，睡着了就什么都忘了。不是娘，我顺不下这口气儿。哟，来，娘帮你顺顺。记住，老天爷饿不死小家巧。我还小家巧呢，我大老鹰。你打水啊？废话，打酱油谁到这儿啊？你打水啊？嗯，哎，你快点呀！哦，那我先给你倒上吧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对不起啊，我给你擦擦。哎，谁让你擦呀？你这人真奇怪。哎，我叫程咬金，以后打水叫我一声。哥，你看啥呢？啥也没看，啥也没看。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还啥也没看。哎，我问你，你看那个长得特别漂亮的那个小丫头是哪家的？她叫什么？你给我打水，我就告诉你。哎呀，行，我帮你打水，快说。她叫应小翠，就住在斜对面的小院里。应小翠，应小翠。应大哥，哎，来喽来喽。应大哥，哎，进来坐会儿啊。不坐了，还你银子。啊，银子。哎，别咬了，我这是银锭，绝不是锡锭。这可难说了，这年头除了外甥是真的，其他都可能是假的。嘿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
实话告诉你吧，他大嫂回来了，这银锭是他大嫂给我的。这总兵媳妇儿回来了？啊，昨天下午回来的，母子俩都回来了。嘿，难怪你立马就有银子了啊！这肯定不会是假的啊！哎，咱们的账也算清了，清了。今天晚上咱把张大头叫上，咱再赌他一把。你不想把银子再赢回去啊？赌就赌，谁怕谁呀？嘿，这就对了，谁怕谁呀？二婶，进屋坐吧。哎，不坐了，不坐了。你看，我刚回来，你就要走。爹，进来吧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小翠儿啊，你这衣服怎么湿了啊？让一个傻小子给弄的。哪个傻小子敢欺负我们家小翠儿啊？告诉爹，爹去揍他去。妖精。妖精。嗯，他说他姓程，就叫程妖精。小翠儿，他不叫程妖精，他叫程咬金，我的大侄子。就是程总兵的公子。就是他，一顿能吃十个馒头。我走了，我走了啊。哦，二婶走好啊。哎，爹，我做饭去了。一顿能吃十个馒头，饭桶啊。娘，哎娘，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娘请几件衣服拿到集市上去卖。娘，这都是你压箱底的衣服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咱们娘俩总得吃饭吧。娘啊，你儿子长大了，我要挣钱养活你。哎呀儿啊，你从小就没吃过苦，你能干啥活啊？啊，哎呀，我的亲娘啊，你儿子可不是孬种，你给我几个小钱，给我几个小钱。哎，要小钱干啥呀？我做点小买卖。哎呦，你还能做小买卖？那可不一定，说不定啊，这一下我就发了呢。哦，呵呵，嗯，嗯，去吧，拿去玩去吧。行，娘，再给你留一块，我走了，娘。哎呀，这儿子。哎，娘，眼睛看着啊，这花布多好。哎，下，我要走。死啊！压定敌手，压定敌手，来，大大牙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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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压多少？两个。压，两个就两个。压大还是压小？压小。我压大，我也压大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压，大，小，大，小，大。给我十个。给你俩，给你。我今天运气不错。哎，是啊，接着来，接着就压四个。压，压，我还压小，压，压，哎，哈哈，再给你四个，你行啊！哎呀，新手猛如虎，看样子得跟风了。你压什么？啊，你压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压什么？压什么？压大，压大，十个，压大，大，都压大，压大，压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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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。豹子同时庄稼赢，怎么样啊？还有没有？行了，压，再压，压，再压，我也跟，十个，跟着他们，我也跟，跟，哎，来，还有没有了？踩我干什么？哎，有没有了？我没看见。压大，大，哎呀，你拽我衣服干什么？你没事回家抱孙子去。我哪来的孙子呀？哎呀，没孙子，你别在这儿一边玩去。大，老头子，大，别没事找事儿。
该干嘛干嘛去啊！哎呀，少废话，快点，快开始！您确实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来来，哎呀，大大大大大大大！哎呀，拿钱！翻本就在一刹那。对呀，翻本就在这一刹那。来，接着来，接着。哎，来，没了。你怎么这么穷啊？压这个。好，压衣服，好，好好。看，我压上这件衣服，一两银子。破衣服值一两银子？破衣服？这是我娘亲手给我买的，这是上等的苏州绸子做的。你好好看看。50文。哎呀，80文。60文。哎，算了算了，70文。压大压小啊？压大。输光了吧，傻小子。嗯，你管谁叫傻小子？饺子就是你。哎，你这个老头敢叫我傻小子？你再说一遍。哎，你说你傻不傻？你中了人家的道道了。哎，那个庄家和那两个闲人都是一伙的，专门设圈套骗你们这些外乡人。那骰子里面都灌了铅水，要什么点儿就有什么点儿。哎，你十赌九输。那你干嘛不早说啊？我又是踩你的脚，又是拽你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一边玩去。你又叫我一边玩去是吧？啊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砸了他们摊子。哎呀，算了，他们都是一伙地痞，你惹不起呀。我管他什么人，耍诈我就揍他。起来。是不是耍诈了？哎啊，你说什么呢你啊？愿赌服输，输不起少来。你才少来呢！啊！天哪！你耍诈！哎，你找茬？你找打呀你？哎，我找打，你才找打！骗人了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当街打架，聚众赌博，带走！是他们先骗人。小啰嗦，走！知道聚众赌博是犯法的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哼，好，那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。罚银10两。罚银？罚银应该罚他们涉赌的，而且用假骰子骗人，多不是东西啊！都不是东西，你罚10两，他罚20。我没钱。没钱？那我就到你们家搬东西。我也没家。那好办，罚你在县衙里挑1个月的水，扫3个月的地。啊？那可不行，我娘要知道非急死不可。你还有娘？你小子不是说没有家吗？我怎么想找打啊？你是？行，你打我吧，我认打。哎，对，哼，奶奶的穷小子，我打你还硌了我的手呢，知道吧？啊，我看你这衣服还不错，把衣服脱下来。那可不行，我就这么件好衣服了。脱下来先扣着啊。等什么时候凑足了银子，你再来取。凭什么？凭你参与聚众赌博啊！这涉赌的罚了，参赌的也得罚吧。要不然你就拿罚金，要不然就上你家搬东西，再要不然就罚你在县衙挑水扫地。那好吧。哎，那我被他们骗钱的袍子你得还给我。怎么，你还要讨价还价？什么你的衣服？那是赌资，没收。傻小子，就让赌房扒了一层皮吧。
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怎么能不知道啊？社赌一出事儿，捕快马上就出面了，吃亏倒霉的还是你们这帮外乡人。要你这么说，还官匪一家了？你还不知道，这衙门的上上下下，跟花大少都是一伙的。真的？啊？我找他们去。哎，你又去找死啊？对了，走啊，跟我去找他们。什么？你做个证人。呦呦呦呦呦呦！哎，你别跑啊！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那我怎么办？我衣服找谁要去啊？我回家怎么向我娘交代呀？此山是我栽，此树是我开。错了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要打此树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嗨嗨，厉害厉害！哎，此山是我开，强盗来了！哈哈，怕了吧？要钱别要命，要命别要钱。下来下来。强盗在哪儿呢？强盗在哪儿呢？哎呦，强盗在那儿呢！哎呦，娘啊，他是强盗，我可不相信呀，他不是强盗啊！哎，我就是强盗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！要打，打情骂俏啊！什么打情骂俏？要打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哎，咱们没事买这条路干嘛呀？是不是啊？废话少说，我买袍子，买衣服。买衣服？那你的衣服弄哪儿去了？少废话，拿钱来。哎呦，这位大哥，姐妹们都没有生意做，哪来的钱呢？是啊，你们做什么生意的？演春楼嘛。什么？演春楼？干什么的？演春楼就是男爷们喝酒、睡觉、寻开心。哎呀，行了，滚！哎呀，姐妹们不理他了，咱们走。快滚！走，呸！要不然打死你们！真是晦气！哎，银子，肯定是那三个骚娘们留下的。反正也不是好来的。哎呀，你说咱们今天这么倒霉啊？可不是。哎呀，来了。哎，我是走不动了，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啊。站住！劫道！干什么？劫道！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我哪知道？俩聋子，你们俩！哎呀，蚂蚱虽小也是肉，拿来！干嘛抢我们的包？我是强盗！强盗？你不去抢富人，就要抢我们穷人。我们被人抢了，你不去帮我们夺回来，反而抢我们的东西。这，你看看，啊，这一路上不是你抢就是他抢，啊，还让不让我们穷人活了？干脆把我们杀了得了，省得拖累老婆孩子。你还有老婆孩子，俺呢，只有个老母。80多岁了，连床都下不了，就等着俺拿饼子回去。你呀，给，我全给你了，给，拿着吧，给你。我以为这个世界上我最穷，没想到你们俩比我还穷。哎，你们俩说的可是真话？我要是骗你，天打雷劈死；我要说瞎话，走前面树上一头撞死。你家真有老婆孩子？一个老婆，5个女儿。你家真有老母？老母都80了，就我一个儿。拿着。这，我这也没钱。给。你们俩下山以后，找个地方吃顿饱饭吧。
啊？这让你们拿着就拿着，我也是穷人，要不是被逼的，谁能出来劫道啊？拿着。多谢多谢恩公，多谢恩公，多谢恩公。多谢。站住！要不都还给你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看你们俩走路不方便，给当个拐杖。快点啊！哎，好人呐，走走我看看。好人呐，好人呐。这样像好人吗？大娘还等着我呢，这道还没结成，把自己东西先给别人了。不行，下次一定正儿八经结个道。